娱乐圈热衷网购的明星并不算少见，而这其中也有很多人因为网购曾被坑得很惨。范冰冰网购的经验非常丰富，连很多令大家惊艳不已的活动服装都是在网上淘的，我连参加活动的衣服都是网购的，主要是衣服和化妆品之类的。尤其是买衣服，第一天我在网上淘衣服就到凌晨3点钟，不过因为产品质量问题，他还曾有着网购衣服买十件退十件的悲惨经历。前不久，女明星王鸥在微博上发文自曝网购买假货的经历，说自己作为一个有十几年网购经验的老买家，网购了一瓶以前很爱用的眼部卸妆液，但是发现是假货，而且还是自己用了大半年之后察觉到的。而佟丽娅在采访中也曾经分享起自己的网购经历，她说自己现在基本都是上网购物，买到很多都不合身，于是亲自去改，不断练习之后，现在还练出了不错的手工能力，买不合适的东西还能开发第二职业，这不操作也是666啊。